让大家看看羊驼到底能不能听懂话啊。肉串现在吃草，我用同样的语气说不同样的话，看他能不能分辨得出来。哎呀，我的支架怎么在地上呀？我还是把它放在桌子上面吧。然后我们再来一个。哎呀，我的胡萝卜掉地上了。我的天哪！